犹太御剑 S 排长长竟然这么厉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犹太。今天的话，给大家带来是一把6S 牌长长的一个素材啊。那么这一把的话，前面打的是非常非常好啊。然后我们的话，要想学会玩小女孩的话，正好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素材啊。拉脸的话是最关键的，把英国厉害都给你分析完。那么厂长的话，他就是在闪现好之前的话，威慑力是非常的小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看情况啊。弹射的话省着点用，那么他的话也会非常猥琐，也会想要去烦扰我们。然后输液的话不要着急交，一定要去看这个情况啊。这边秋吉慢翻是很关键，那看好这波虚影怎么躲狗啊，看好。走直线啊，这是走直线 ，OK。虚影估计没收，收了。他估计想打我一刀，我在想刚刀，还没遇到过。说句实在话，没遇到过这样的。这个转点转不动了，老女孩就一个输液，就这么一个输液。这边输也较慢了，你这走，没关系，前面溜的再好，队友都给你弄回来，嘿嘿，我们成功的又抬走啦，嘿嘿嘿嘿，S 牌没关系，这把我反正已经我的素材已经拿到了。